边摊呐，路边摊，路边摊哦，这么好哦。对啊，因为其实我们蛮常到那个街头去，就是、去吃路边摊。也算呐、啊。然后呢？还是说在路边摊表演？吃完路边摊之后，再去摆路边摊这样子。哎、哇，那看来你们去的地方，这个路边摊不简单了、啊，都是音乐人在聚的地方哈、哦。好的，那像我们台东呢，都只有这个快炒店啊，我们都只能去这个快炒店。对啊，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时间呢交给他们啦、啊。现场的朋友们、后面的朋友们、左边的朋友们、右边的朋友们，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鼓励，谢谢！呜呼！如果当时问你，当
是抱你，也许结局难讲。那么多遗憾，那么多期盼，你知道吗？我爱你是多么清楚，多么坚固的信仰。负责接下来的这个接下来这短短不到一个小时的这个演出，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听听我们的音乐，这样子。好的，我是明。